我特别的热爱徒步，喜欢踩在枯树枝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还有踩在枯树叶上发出的那种沙沙声，也喜欢听林间的鸟鸣，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虫子，它们的叫声。只有在这种环境下，我才觉得世界是那么的安静，是那么的清静，没有任何的烦恼。只有在这一刻，才能真正的找到自我。